它其实本人看起来就是腼腆腼腆，但是它只要摸到电脑，就是它就很像本田，就本田摸到机车就会很狂，然后它就是摸到电脑就很狂。你喵啥小啦？真的没游戏玩，真的没游戏玩啦、啊！就最近比较多玩，多人玩的就 LO 吧。可是 LO 为什么不赶快更新啊？好烦哦，想玩新的 LO 了。现在只有 LO 跟瓦，可是都好腻。阿贤，你的射击游戏都很喜欢 LO 不喜欢，为什么不看我打 LO？ 那你们为什么喜欢看罗杰打 LO？ 我记得我跟他玩的差不多烂啊。你射击游戏天分好太多了，傻小啦。买车哦，尿布奶粉钱怎么办？啊，不差啦，先买车，先自己爽比较重要。小孩先不用那么爽，小时候过苦一点哦。这样他才知道得来不易的果实比较甜哦，他就会更努力向上。小时候给他过得那么爽，妈的嘞，他以后就得寸进尺。我告诉你，喝什么奶粉啊？喝我的脚皮茶就够了，喝什么奶粉？先买车给自己爽才对吧？妈的，不然我从高中就去打工，打工到现在不买台车给自己，对不起自己吧？打工打工，然后现在又上班，我当然是先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啊，没毛病吧？看一下年度回顾，怎么看？2023回顾，按下开始。您在2023最佳表现，观看时数127万，总实况次数404哎，妈我实况的神哦，404呢？妈的，一年365天，我开了404次啊，我等于一天开了1.1次台，谁很喜欢开台？一年有365天，而且还没过完。现在才12月11号，我已经开了404次了。最热门的实况有1.23位观众啊，感觉是吵架哎、欸，谁要吵架炒流量？送出了273.8万折聊天室讯息啊啊！我什么时候送那么多讯息我都不知道。跟我他妈刷屏仔啊！您最爱的前五个实况分类，竟然有 low 哎、欸！干我一辈子好像就是几款游戏在玩呢、欸，前10%，前3名实况标签：颜值、幽默、射击。我干，感觉大家是为了我的颜值进来的，嘿嘿嘿嘿，我的颜值跟我的幽默感吸引了大家。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感觉很腼腆，对啊，他就是看起来就是这样腼腆腼腆的。他其实本人看起来就是腼腆腼腆，但是他只要摸到电脑，就是他就很像本田，就本田摸到机车就会很狂，然后他就是摸到电脑就很狂。你的表情符号超夯的啦，超夯的。这段剪辑可真是抢眼，这什么东西？额外成就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1.9亿耶！您建议的社群新追随者今年多了18000个，新的订阅者多了4000个，正理订阅干今年才收3000多个正理哦，妈的嘞！怎么感觉很少啊？花烧列车104次，我们大家彼此合作无间，发起专栏次数52，外来纠团150，受人推荐次数12啊，不被推荐呢、欸。2023年最挺您的粉丝，我爱宁儿跟玄玄，赖欧欧欧萨斯大抠尾，阴魂仔母猪紫帽。TIO， 我爱尿尿，一只小笨狗，哈，一只小笨狗，你在哪里？上面这几个我都有，我哎、欸，紫帽，这两个人是谁？改过名字吧？一只小笨狗，安老爸好久没来，安老爸不知道是忙工作还是忙风之谷。感谢您的参与，快来使用这款限定表情 ，Goat。别忘了在实况跟大家聊您的回顾。
分享。阿雄今年也很挺你，这样就对了。还有其他回顾，这是我吗？观看时数815，不重复来访天数。Fortnite， 流露您的真性情，一起来看这些超热门的表情符号。甜甜的，甜甜是第一名啊，狂舔。送出了6602则聊天室讯息，我感觉我泡聊天室哎。上播欢乐三外，已赠送订阅一，感觉我客家哎，就只送一份。我是送谁啊？刚好像送婉婷台哎，我好像上礼拜送婉婷台一个人订阅哦，刚好客家人呢。主播，你这双牌的被我虐过，没差，反正这把输了，我会换人啊，我会再找另外一个小袋啊，或者是打竞技场。社群大众的靠山就是您啦，管理的频道数一啊，我怎么那么少？以 MOD 身份传送讯息1900，干我洗屏仔啊！对面中是谁？塔利亚。额外成就兔子大人分类之王，分类之主，能言善道的留言室观众，您真是超赞的使用者。台湾领袖吧，到留言室跟大家炫耀这个赞到不行的新徽章，继续看哦。您最放不下这些社群，四成观看时数241，最常使用表情。哇哦，您存了好多忠诚点数啊，80。我在四成留言室已经就传了1936了、欸，啊，我用 MOD 上面传了1940啊，在他留言室我就传了1936，那、啊、我是只看冠伟，然后 Gregor， 然后 CS， 感谢您的参与，也就这哎、欸，你觉得甜甜 Q 和人家最高人数1.2有关系吗？干爽哎、欸，甜甜，到我要再去订一个四成，到处传甜甜图，惊喜。隐藏还不够惊喜吗？很惊喜啊，超惊喜的，这差点分手啊，对啊。嗯。说什么啦？这也是一种惊喜啊。嗯。装什么可爱啊？超欠扁的，在那边给我嬉皮笑脸。为什么你用 OBS 看，你用这个看？干你屁事哦！